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节目。今天大盘留下一个长长的下影线，我想在昨天里面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了，大盘即将触底反弹。为什么说大盘即将触底反弹？投资朋友，大盘刚刚开始跌的时候，跌全指股，跌啊这个融资比较高的，半年报比较差的，到了末跌段的时候，跌什么？跌绩优股。当绩优股补跌，就是末跌段。我想在昨天也跟大家提醒过了，大盘即将触底反弹。那我们看今天的格局。有没有看到今天往下压，盘中最低跌54点，今天收盘涨1点，有没有表示什么？表示今天有55点的一个啊这个下影线，下影线这么长，有没有它代表了它重要的止跌讯号？大盘往下灌，马上强力反弹，代表下档的接手非常的强劲，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一个底部的讯号，在年线附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看 K 线的形态，今天刚好碰触到年线。碰触到之后，马上强力反弹，55点长长的下影线，它是一个重要的止跌讯号。那我们看成交量的部分，今天明显量增，有没有连续跌破月均量15天？今天感觉有没有量有明显增加，而且一个下影线往上拉，所以有没有今天、明天就有机会来突破月均量？所以有没有今天产生一个重要的止跌讯号？当然，指标股有一些重量型的股票，它会领先大盘来做一个止跌。因为大盘是平均的1000档，重要型的股票它会领先大盘，有吗？看哪一档啊？就是看台积电嘛，哈，来看台积电，往下看，成交量已经突破月均量了哦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碰触到半年线，马上强力拉抬到月线附近，到季线附近，有没有？全指股领先止跌反弹，今天这根红 K 棒真的是一个止跌的味道。当然这一波大盘拉回到今天500多点了，那我们再看一次505点哦。压回这一段，从6481到今天压回，那5976已经拉回505点，这一段就是这一段6481，投资朋友就是这一段，今天有一个止跌的讯号产生的，投资朋友后面怎么看？当然在这个地方我就跟你提醒了，大盘要开始压回了，真的有吗？图卡为证，有了哈，8月8号跟你讲要整理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转空了，后面一直都有讲哈，这个都有讲来。投资朋友，后面一直往下灌，我一直都跟你提醒，底部还没有出现，底部还没有出现，投资朋友，底部还没有出现，到今天505点，那请问底部出现了没？刚刚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再看一次，全指股领先止跌了哦，已经领先突破月均量了哦，投资朋友，今天大盘留下55点长长的上下影线，它是一个重要的止跌讯号，年线还是有强烈的支撑，所以这个地方开始你要好好思考。大盘如果开始止跌，那请问你要买什么股票？你现在手边大盘跌一波了，你的股票一定要调整。不好的啊，这个融资高的、半年报不好的、法人卖的，赶快出场。要买什么股票？要买相反的嘛，半年报好的、法人持续买进的、投资面融资持续下降的、筹码面从散户跑到法人身上，这种股票半年报又强的，最好是股神三千翻两的，这种股票就对了嘛。所以，投资面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波的反弹。这一波的一个下跌，下跌这么深的，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伤害，有没有？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伤害，这是现货的部分。那当然，现货跌，期货就一定跌嘛，有没有？这一段是跌了320点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它会跌那么深？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去看前面这一段，从6352跌一个礼拜，就这一张6352跌一个礼拜207，有没有？217点，为什么？答案在这里告诉你。当下跌到一个程度之后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看主线，特写一下，慢慢接近零轴，感觉是有反弹的机会，但是往下看，很可惜，三线一直没办法翻量。最近这几天，有没有25、26、27、28、29？有没有一直告诉你，它目前是并没有翻多，甚至到昨天30号，这个格局也没有改变过。有没有懂意思吗？这个格局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它就是一个空头格局。甚至在24号，它有反弹的机会，但是往下看，互线还是没办法站上反弹点啊。所以都没有从这一段300多点的部分，一直很可惜都没办法站上去。当然，今天反弹，你一定会问今天有没有办法站上去，这个是你最关心的，对不对？站上去又会怎么样？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反弹，现货反弹，期货当然是反弹啊。期货下影线更长了60点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从这里反弹到这里，那请问开始止跌了吗？有没有机会？我们来看看 K 线。看一下 K 线，来特写一下，你看到 K 线这个四红边，
K 线在 K 线形态上十五分线产生四根红 K 棒，表示它强力反弹。通常 K 线只要三红兵就会强力反弹了。今天尾盘是四红兵哦，那比三红兵更强哈、哦。你再看一次，有没有四红兵？有哈、哦，连续四根反弹，对不对？连续四根反弹，有没有反弹了六十点？那我们看往下看，互线已经翻多了哦。所以现在等什么？就是等主线翻多。当然，主线目前的确有一定的乖离，所以现在马上要大涨。说真的，时间点还没有到，它可能上去还是要拉回整理。但是，同学们，当一旦当棋子三线翻两，你不要让它翻两上去哦。明天它是一个助涨盘，只要让它翻两上去，那这个盘已经不得了。翻两上去，同学们会涨多少？我们来看看好了，看这一波。天哪，三百多点呢！当然它是配合现货了哈，现货一定要涨，对不对？指数就会涨翻天了，没有跌破它就会涨翻天的。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当现货止跌的时候，它有什么迹象？来，旁边要止跌是这种迹象哈，来，看到了吗？三线翻两就是一个止跌点哦，懂意思吗？止跌之后五七三四，它这个涨上去就不得了了，五七三四上去就不得了，就是五百点以上的。当然现货涨，指数就一定会涨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，同学们告诉大家，这一波下跌你要懂得避开。当然，如果没有避开，到了这里你应该思考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同学们，你现在手边股票如果调整，因为跌一波了嘛，那一定有股票比较弱势的啊，比如筹码面比较不好的，半年报比较不好的，这些股票要出场，要换到什么股票，这是你现阶段最重要的一个课题。所以要跟你提醒一次，这些股票你一定要出。哪些股票要出场？这些股票如果你没有出场，同学们，下一波的反弹格局你赚不到钱。懂意思吗？你没有把弱势淘汰，你没有把强势的买进来，下一次的反弹，人家赚这么多，赚十块，你赚一块，你反弹一块，人家反弹十块的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要赶快把弱势股淘汰。来，哪些股票淘汰？股价跌破所有均线的，融资高的，法人持续卖超的，半年报不佳或是亏损的，股神三线转空的股票，符合这些条件的股票，投资朋友你一定要出场。甚至有三个条件都符合的，四个都符合的，五个通通符合的，哇天哪，五个都符合啦，那不用讲，那是非卖不可的。有没有这样的股票？我想我这几天都跟你提醒过，这些股票说真的是不少了哈，懂意思吗？投资朋友，这种股票你要赶快出场哦。我已经跟你讲，苦口婆心跟你这样讲了，投资朋友一直跟你提醒哦。还有三线转空的股票，投资朋友一定要记得出场哦，因为你没有出场，它会跌停板给你看哦。有没有看三线转空？转空很久了，有哈。当你看到亮黑灯跌停板，怎么样你就昏倒了哦。记得哦，三线转空的股票，甚至有的股价在高点，哈、哦，对不对？转空就是一定要出场哦。来，有吗？有啊。你看这股价不是转空了吗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你看线型很漂亮哦，但是对不起哦，来特写，三线已经转空了哦。有没有这种股票？你要记得出场哦。现在三线转空的股票有多少？我跟你讲，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这个是事实，你一定要相信。来。转空了多少档？刚刚讲过，对不对？你再看一次，三线转空了，光这个条件就好，前面这个都不要算，光第五个就好了哈。三线转空的股票有多少档？做空的有没有？转空的，今天是8月31，有没有？有多少档？这一页是17档，总共有多少页？61页。投票，请问多少档？你计算机自己按一按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答案比较快了哈，850档。有没有？总共有850档走空的股票，三线走空的股票总共有850档，850档，那高频嘛在1000档，所以有时候大部分的股票都走空了。真的吗？你再看另外一个指标你就相信，真的有那么多股票走空吗？所以你非调整不可，空头股票你赶快去出场就对，有的股票绝对不会涨，不会涨的意思就是说别人涨10块他涨1块黑的是不好，那个就不对了啦，懂意思吗？那个就不对了。记得哦，我不是说所有股票都不会涨，会啦，反弹的时候什么都会弹，但是人家会弹十块。你的弱势的股票、走空的股票、三线转空的股票、法人卖超的股票、融资高的股票，人家涨十块，反弹十块，他反弹一块，你要这种股票干嘛？那么这种股票就要赶快出场哦，懂意思吗？所以目前转空的股票，光股神三线转空就超过850档。你相信吗？你说老师你在开玩笑吧？你看这个指标就知道了，这叫腾落指标、哦、上市的、啊、上涨的加速减掉下跌加速，这个大盘才有，个股没有、哦、上涨减下跌，这个就是腾落指标。所以你看腾落指标从去年十月份开始一直往下掉，代表投资朋友这边有写涨得很少跌得很多，投资朋友
涨的股票很少，跌的股票很多，所以腾落指标不断的往下降。那你就知道说有没有850档走空呢？你看这个指标就有答案了嘛？没错啦，同学们，现在走空的股票就是850档，这电脑印出来绝对不会骗人。所以同学们，你现在很重要的动作是什么？就是赶快去调整你的持股，空头股票、融资高的股票、法人卖的股票、半年报不佳的股票、股价跌破所有均线的股票，要做什么？赶快出就对了啦，赶快出就对了啦，同学们，赶快持股调整就对了。那请问调整到哪里？要把这些股票钱卖掉之后，你可能赔钱啊，你可能套牢啊，你很舍不得啊。那卖掉之后会怎么样？你总要有个资金，有个出路嘛，要不然你卖它干什么？所以你要卖到哪里？为什么要卖？刚讲过嘛，别人涨十块，反弹十块，你反弹一块，这种股票你不用报了，这种股票没有机会的。为什么他们不会反弹？反弹力道会很弱。这里啊，就告诉你答案就在这里啊。为什么？原因在这里嘛，懂意思吗？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你符合这条件的股票，你一定要出，你不要对它有任何的留恋。那这些股票出完之后，资金要转到哪里？有没有？反过来就对了嘛。既然这些股票走空，那反过来就是走多的股票嘛。有没有？懂意思吗？反过来什么？股价站上所有均线的，融资余额不断的下降的，法人持续买的，半年报很强的，三线翻多的嘛。这样的条件，有没有？不能买，那反过来就是可以买嘛。有这样的股票吗？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怎么会没有？来看就知道了。来，从6418以来啊，最高点以来，融资不断的减肥，法人不断的买超，半年报也不错的，有啊，都在这里啊，股票都在这里啊，同学们，有啊，一定有啊。还有呢，同学们，再看第二个条件，刚刚讲过哈，股价站上所有均线的股票。法人不断买超的股票，股神三线翻多的股票，懂了没有？这些股票就是你要进场的标的，就是你把那些、比较不好的股票卖掉，你要转换的标的，懂意思吗？当然你一定会说，老师，你这是不是写出来骗人？这个都没有，一定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偷偷看一下，你看有没有？这都有啊，这有啊，一定有啊，这会没有？这有啊，这股票一定有啊，这每一档都有啊，这每一档股票都有啊，这绝对有哈，每一档都有，懂了没有？所以你要换到什么标的？我刚刚讲过了，你要换到是反过来的嘛。既然那些股票条件不好，所以你要做一个转换。转换的目的，懂没有？这些股票不好，融资高当然不好，法人一直卖当然不好啊，半年报赔钱当然不好，三线转空当然会跌啊，股价已经领先跌破所有均线，当然这些股票不好。那反过来就是好嘛，股价站上所有均线，大盘跌它不跌，强势股啊，别人赔钱它赚钱，半年报很强，好啊。有没有法人一直买？好啊，融资不断的下降，筹码被法人买走了，好啊，三线翻多，好啊，所以你要买股票就是这种股票，懂意思吗？反过来就对了嘛。所以一定有符合这样的股票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你要进场的标的，这些股票我已经帮你找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你出来钱不需要转去哪里。融资不断下降的，法人不断买的，半年报不错的，三线翻多的，有没有？这种股票就是你要进场的标的。举一档股票好了，你不要、老师都不敢开，你这个对不对、搞不好是有什么问题。我举一档股票给你做例子，你看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来，这档股票叫永大哈，1507做电机的永大，股价站上所有均线，法人不断买超，股神三线翻两，新中概股的 F4， 来特写一下，新中概股的 F4， 好没有？那什么叫 F4？ 有听过 F4 吗？对不对？不是那个啦，不是那个很大的那个 F4 啦，好没有？不一样，那是女生啦，懂没有？这个是新中概股的 F4， 这档股票有什么特色？懂没有？来，中概股里面最强的、最标的指标股就这一档，来，叫做永大，8月30号图卡，懂没有？大盘在下跌哦，嘣，亮灯涨停板。为什么它亮灯涨停板？你看这里，股价创波段的新高，大盘跌破月线、季线、半年线，它竟然股价创波段的新高，为什么这么强？奇怪啊，为什么这么强？你是不是要买到这种股票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么强？往下看，哇，真的是不错啦，三线持续翻扬哎，同学们看到了吗？已经翻多多久了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已经涨58%了？大盘在下跌，跌破月线，跌破季线，跌破半年，它创波段新高，为什么？不三线翻扬吗？还有呢？有啊，你看股价站上所有均线，法人不断的买超，股神三线翻扬，基本面也不错，新中概股的 F4 里面最强势的龙头。所以同学们，你现在要买的股票就是这种股票，你才有机会。市场里面强者恒强，你买弱势就是不会涨。
它既然会弱势，一定有问题嘛？那不然怎么会弱势？不然法人干嘛一直卖它？你想想看，为什么？法人为什么一直卖？融资一直买，懂了没有？当散户把筹码买回去的，法人把筹码倒给散户了。现在散户筹码抱在手上，法人会来拉抬这些股票吗？不可能，法人不会帮散户抬轿的，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。所以这些股票你要记得赶快出场，换到什么股票？换到就像我刚刚跟你讲这种条件的，有没有？站上所有均线的法人买的股神三线翻多的，半年报很强的，融资不断减肥的这些股票，懂了没有？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这些股票就是你要换股的标的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啊，会员不用打来问啊，会员在今天的传真稿里面都有附啊，都有把这十档股票附上去，你看传真稿就有了。最后面你赶快做持股调整，弱势的空头赶快出场，下一波反弹的过程里面，你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，你才能够成为赢家，你才会赚到笑嘻嘻。如何能够做到？朋友，记得，请你把电话打进来，打进来就可以了，把这个专案办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朋友，获利解套获利的专案，朋友，持股先解套，如何让你获利？很简单，买对强势的股票，用股神系统把你手边的持股全部检查一遍，空头的赶快出场，买成朋友多头的标的，盘中我会带你的换股操作。用最便宜的费用来帮助你，懂没有？这个专案即将结案，记得哦，要把电话打通。我们假日啊都有，包含台风天一样，公司都有一个留守人员在公司里面，请你耐心打，把手续办好，我会带你来进场。这一波的行情，你要记得一定要赚。有行情吗？懂没有？很简单，你想选举什么时候？就是十二月嘛，选举快到，你知道吗？台湾哪一次选举没有行情？所以这一波的反弹你要掌握好，什么股票会涨，我会帮你做，懂没有？刚刚已经讲过了，空头股票赶快出场，我会帮你检查；多头股票把它买进来，这样就对了。这一波的行情你把它掌握好，以往输掉就可以全部把它赚回来。记得把电话打通，我们先进段广告，再回到现场。顺手捐发票，救救植物人，暨台北市创世基金会。就可收到。健康七主张，我要不吸烟。神通投顾值得托付，02-2781-3900。让他们读大量准备报告，我三点便后都有洗手，我都要记得洗干净，我妈妈有清洁环境注意通风。那你呢？妈妈不洗手不给她抱。那得肠病毒的小朋友要注意什么？如果会昏睡，身体抽搐，一直吐，这些是重症病患的，现在要赶快看医生哦。为了您的安全，买卖电子、机械、安全帽、电器、玩具等物品，请认明商品检验标示，才能保障你的权益哦。商品有标示，安全靠得住。欢迎来到现场，同学们，今天大盘明显留下长长的下影线，触底反弹的讯号。为什么下影线这么长？同学们，代表下档的接手非常非常的强劲。因为连线就在那里，所以他们这一波反弹你千万不要错失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看到吗？往下反弹，最低跌54，收盘的时候，同样只有跌一点。今天的反弹力道相当的强劲，下影线非常的长，这是重要止跌讯号，同样没有错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止跌讯号。成交量呢，同样慢慢的在向月均量靠拢。当然你会看到重要的指标股，它领先突破月均量了，有吗？
这两家什么？就是台积电啊，你看有没有突破元群量？有哈，你有没有看它从半年线直接反弹到季线，反弹到月线，直接站上去？指标股领先止跌反弹，台积电。所以你不用怀疑它，同学们，这一波的反弹你一定要赚到哦。咱们看看指数的部分也一样，你看看今天强力的反弹讯号，下影线比现货更长，同学们 ，K 线形态上形成四红边，不得了，砰砰砰，特写一下，我快点不？四红边啊，普通三红边就很强了，这是一个强烈止跌讯号。K 线形成四红边，不用讲，它是一个强烈的触底反弹讯号，互线已经翻多了哦，同学们懂意思吗？当然，在反弹的过程里面，最重要就是要汰弱留强，懂意思吗？你现在去跟他比赛，比最会涨的，那请问你要派谁去？派那个老弱残兵吗？那不用了，派那个融资很高的、半年报亏损的吗？不用，那不用比，那不用看就知道，那一定输的啦，人家不会认同那种股票。所以你现在报那种股票，你没有机会，懂意思吗？听懂意思吗？懂没有？这些股票没有机会，你很想，很简单想，这就是个赛跑，要比第一名。看谁涨得最快，那请问什么股票有机会？这些股票有机会吗？不可能啦、啊！那亏损的公司怎么会有机会？三线转空的，融资不断创新高的，法人不断卖的，股价跌破所有均线，请问这些股票怎么涨？你告诉我啊！所以如果你用这种股票，很简单，就是赶快做换股操作，这样你才能够有赚钱的机会，有没有道理？懂没有？不用怀疑它，这种股票你就先出就对了，懂意思吗？融资高。半年报亏损，法人持续卖超，投资朋友，甚至有一些老牌的公司三线转空的，你说你要不要卖？你不卖，它就会跌停板给你看。甚至有的股价在高档，但是股神线跌破，三线转空，还是要出场，有吗？股价吗？在高档有、哦，你往下看，是不是三线转空了？没错，这种股票很简单，就是赶快出场换股操作就对了。那请问要换到什么股票？投资朋友，走空的股票真的有那么多吗？尤其三线走空，那个威力是很可怕的哦，同学懂意思吗？这个威力最可怕。那真的这种股票有非常多吗？多不多？这个不用强辩了，看就知道了。走空的股票多少档？850档，850档，同学们从低档来，从低档看，做空的股票、转空的股票，第一页17档，总共有61页，那你自己计算机打一打，61页了哈，你17乘以61看看，850档。投资朋友，850档，那请问三线翻多还剩多少档？大概100出头而已。所以现在你要选对股票才会赚，你选错绝对不会赚的。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你再看大盘的腾落指标知道了，不断往下掉，表示上涨加速很少，下跌加速越来越多啊。所以他们懂意思吗？所以你会发现，你现在手边的股票10档股票，8档是套牢的。为什么？都是空头股票，这些股票要涨绝对没有机会的。所谓没有机会，就是说别人涨10块，他呢，他涨1块。那你报这种股票干嘛？所以你要赶快换股，懂意思吗？换到什么股票？同学们，这股票不用看了，就是换就对了。换到什么股票？跟这个条件相反的，融资高的股票不会涨，法人卖的股票不会涨，半年报亏损的不会涨，那就反过来啊！你要买什么？买融资低，买法人买，买半年报好的啊？有这种股票吗？有，而且要三线翻两的哦，有吗？一定有啊！有没有懂意思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有哈，股价站上所有均线，有没有？股价站上所有均线，法人不断买超，股神三线翻两，这些股票就是你要进场的标的。还有没有？有，有没有？这些股票就是你要进场的标的，你不用怀疑它，这种股票你就会追涨，融资不断减肥，法人有没有不断的买进，半年报好的公司，这种股票有没有就是你要进场布局的标的，有没有？这些股票我都帮你整理好了，真的有吗？这是不是开玩笑的？真的有这种股票吗？投没有？有啦，一定有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看这一档，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档股票是什么啊？多了，跟你讲过，这个叫做永大、啊。它为什么会这么强？新中概 F 四，投没有？新中概 F 四，看一下，强不强？大盘在破底哦，股价创破段新高，为什么？三线持续翻扬啊，这样懂意思吗？你要买这种股票，法人不断的买进，投没有？法人不断的买进。股价站上所有均线，三线翻多的股票，这种股票就是你要布局的标的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嘛。你觉得你买到这种股票快不快乐？有没有？还是你要去买破底的股票？所以你不用怀疑，你就是买这种股票就对了。还有没有？再开一档好了，来开这一档好了，来，好吧，梗鼎，上次不是跟你提醒过吗？没有错，这个叫做梗鼎，来看看梗鼎的格局哈，来。
这八天里面，今天是第九天，八天里面有六只涨停板，为什么这么强？前面都不会涨哈，为什么？不断下跌哈，有没有看到不断的下跌？为什么做空嘛？来特写，当它站上三线盘两点，这一天就是最低点，这一天13.75，从这天开始，八天六只涨停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今天六只，有没有？八天六只涨停板，有没有讲？有、哦，触底反弹这一天呢、啊？8月19，有没有？这档股票不叫梗顶吗？是不是三线翻多？没有错啊，所以这一天，同学们你懂得进场，这一天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。后面这一段就是你的，所以同学们，你现在要买进的股票很简单，哪些股票我都帮你准备好的，你的动作很简单，就是把电话打进来，打进来之后，服务人会帮你把手续办好，你把所有的持股跟服务人讲，同学们，我会用股神系统来帮你检视，空头股票赶快出场，多头股票买进来，盘中我会带你换股操作，用最便宜的费用来帮助你，同学们解套获利的专案，这一波的反弹你一定要搭上列车。选举快到了，知道吗？12月要选举的哦。每一年选举一定有行情，没有行情就没有选票。这个不用我讲，你一定知道。这一波的反弹要买什么股票？有没有该买的股票？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你把这个专案办好就可以了。办好之后就可以获利。有没有怎么做？我会盘中带你操作。空头股票该出场就对了。记得把电话打通，我们明天见。